家呢，不管外面的那个经济是怎么样子的，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共体时间哦，然后好好的呢为公司的未来，为公司的目标做一个打拼。这首歌叫做坚持坚持，我相信可能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一首歌，那也希望呢能够用这一首歌呢让大家能够继续的在我们万载的工万载工业呢努力的打拼，员工好不好唱啊！我台语无够练得，我这条台语歌我非常喜欢。三号年，好不好？2015年的你们大家都辛苦了，2016年加油啦！